每日一词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潇，现在是每日一词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学习吧。今日热词，基金绿。基金绿指2021开年股市流行色，一周开盘五天，有四天是绿色，有人抄底军工，有人跟注白酒，有人重仓新能源，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，一路绿灯。你买过基金吗？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